等一下再去。胸背带在哪里？胸背带在哪里？在哪？在这里哦。你用手手比给我看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好，我等一下带你去，好吧？你好可爱耶，爸爸，你好可爱哦。偷舔我豆浆，等一下再去。你们才刚吃饱，等一下再去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胸背带在哪里？胸背带在哪里？你跟我说，胸背带在哪里？你要跟我说啊，在哪？在这里哦。是哪边啊，库玛？你可以指给我看吗？胸背带在哪里？你用手手比给我看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好，我等一下带你去，好吧？等一下带你去。你在嗯吗？嗯嗯嗯。我是不是说只可以选一个？是休息了，不用看了。哎，爸爸说休息一下，那个等下再吃，好吗？说可以吗？好。你啊，趁我们不注意啊。我前面要走。抓包。我有说可以吗？我没有说哎、欸。又作案之前还知道从镜子偷看我。谁？他。他会用镜子偷看你。你怎么了啦？你要散步？你要运动吗？你要出去是吗？你要出？可是你刚刚已经出去过了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啦？你要摸摸？我刚刚已经摸很久了，再摸一下是吗？啊，摸，这样对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啊。嗯嗯，不是不是，嗯，啊，踩到我的脚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